给我整这儿来干啥呀？给蚊子开席来了。嘘，别说我这当妹妹的有八卦不告诉你啊。扒谁扒谁扒谁？你说扒谁？你说八卦？你说八卦？你发没发现大姐和大姐夫今天有点不对劲？发现了，看你也看出来了吧？今天晚上大姐康康造两碗大米饭，我要不拦着她，就锅底下那点嘎巴都让她抠去了。不是这个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你什么时候见大姐？大晚上的化个浓妆，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关键她还偷偷摸摸的。谁偷偷摸摸的？小傻。还有大姐夫，平时多稳重的一个人啊，今天他也偷偷摸摸。谁偷偷摸摸的？叶超超。谁偷偷摸摸的？大姐夫，你别吵吵，吓我一跳。大姐夫今天说着说着就唱上了，唱着唱着还跳上了，也从头到脚就写着一个字儿，嘚瑟。不是说啊，一个字儿，嘚浪。那他俩肯定各自有事儿啊！我告诉咱爸咱妈的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回来，我听见他俩说，等会儿在小花园正约会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就这，走，来来来。就这儿啊！哎，你说咱俩作为亲妹妹啊，是不是应该观赏观赏？那必须的！你看看，我设备都带了，就属你专业。大妈，快起来！我的妈的妈！你咋藏这儿了呢？你穿着跟都拖布似的。不是，你不让我隐蔽吗？这隐蔽就隐蔽呗，还玩什么手机呀？哎呀妈呀！这上面都是吃的呀，你不懂。现在打开抖音，搜索吃喝玩乐网，点进去周边那些吃喝玩乐全向你推荐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动心了，咱俩撸串去吧。走啊走啊。哎哎，站那儿，咱来干啥的不知道啊？看热闹看热闹。你赶紧藏起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藏这儿。哎呀，吴经理，你快走快走快走。你别看手机干啥呀？我玩游戏呢。啥游戏这么好玩啊？啥游戏？微乐家乡游戏，地道家乡玩法，免房卡免下载，亲友娱乐都用微乐，我可愿意玩了。这时候还有心思念广告呢？认。咱小鸡出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跟你说啊，赵刚子下晚黑在咱小区里支了个帐篷。刚才我看见他在里面咕咕啾啾，不知道干啥呢。你说他是不是挖咱小区地基呢？嗯，这事儿你管不管？我必须得管呢。管赵刚子。哎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干什么玩意儿？吓我一跳！吓死我了！干啥呀？你俩揣面呢？我跟你俩说啊，刚才啊，我看见这么一大坨东西从我眼前飘过去了，差点没把我吓死啊！什么东西？脑瓜子长俩犄角，脸煞白，眼眶却黑，大嘴唇通红，哭嚓一下就消失了。这家把我给吓的，幸亏遇上你俩了，要不我都不敢回家。哎呀，我说命运了。行了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晚上没吃饱饭，饿出幻觉了？啥幻觉？哎呀，小胆儿吧！快！我的妈！哎呦！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？干啥呀？开会呢。你小点声！来人了！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孙子啊！你说万一二米粒今天生个女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爸血压高。我今天把降压药都拿来了，我以防万一。顺风啊，沉着，明白吗？沉着，我沉着不了啊。范美丽，全家集合，来了。来，俺大小哥，快去。哎，报数。一。嗨。产房，爸，你小点声。是，这么大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那个七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重新报，不对，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哎，这怎么能有七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呢？七在这儿呢。哎呦我！不是爸，
你咋来了呢？习惯了，小时候一站牌就排后头，一站牌就排后头。爸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这儿用不上你，我们都在这儿呢啊，你快回家吧。我怎么能回家呢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是个重要的日子啊，咱们老钱家八代单传，我马上要当爷爷抱孙子了，我怎么能回家呢？那不一定啊，还兴许是孙女呢。闭嘴，王小倩。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真是，你说女孩不是咋的了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。就是，就是啊，你懂啥呀？女孩怎么不好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笨想想，这满世界的全是女孩，就你一个男孩，你还愁找对象吗？小敏玲，你可别骗我啊，没有那么好的事儿。我真是好赖话都听不出来，我这。你看我这一辈子，我生了仨闺女，你看我们家老大、老三。老二呢？不敢那屋生孩子，你们不行吧？那怎么做呀？小道消息啊，咱们物业有三间门面房要出租，我打算把它租下来，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，让你当副总经理，年薪300万。300万？欧、哦，还是欧元？欧了，欧元，我都挣不起这个欧元。二姐夫，那你说这事儿能成吗？成不了。啊？因为啥呀？嗯，笨笨不同意啊。笨笨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，他已经妥协了。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。你说对了，就是这个赵刚的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他主要是嫉妒你。我跟他一说，你当这个副总经理，哦呦，那个头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个家里边我，成功的民营企业家，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你再成为女强人、副总经理，他还能活吗？他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告诉你，小美玲，你这样，你马上回屋，你仔细听着，他一会儿就回来，我让你亲自聆听一下他是怎么嫉妒你的。啊，去啊，好，回来了。儿子呀，儿子呀。你啥时候出生呢？爸爸可等着你呢。儿子呀，哎呀，儿子，你长得得多可爱呀！儿子呀，钱正发，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？哎，哎，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，我不冲你喊儿子，我冲谁喊儿子呀？啊，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。起啥哄啊，媳妇儿，你这话说的太刻薄了。你怎么的啊？我钱顺风长得是磕碜点，我怎么的比你爸还好看点吧？哎呀妈，别跟我爸比，跟我爸多有风度啊。哎呀妈呀，你爸那叫风度啊，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骨肚。不能坐下，你听结果邻居都说了，你咳嗽他也是骨肚啊。爸呀，骨肚就是风度。顺风，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尽量别带上我啊、哦，我累。哎，人错了，没错，错了，给我。这家伙都错，我说这脑袋咋就这么亮？我说怎么一摸还有毛？我这个省略号的前三个点已经走完了。没，拜托你啊，把后边那三个点帮我续上。怎么续啊？你帮我好好的照顾老米，我在那边，我也谢谢你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照顾的比你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行了，瞅你们俩还没等咋地呢，就把我给怼出去了。谁呀？啊？我听说谁要把我妈怼出去啊？那爸把那妈怼给我了。我爸？我爸可不是那敞亮人儿。哎呀，都饭了没啊？我都饿了。咋都不搭理我呢？怎么我一进屋都没声了呢？啊，咋的了妈？凯子，病了。
你咋的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妈呀，他这么大俩窟窿呢，他这不对称。爸，哎，没事儿啊，不就得点病吗？知道。得病咱就治呗。治，治不好了。哎呀，说啥呢？人我同学他爷爷30岁就得了癌症了，现在都80多了，还活得好好的呢。前两天人家老爷子还参加了老年登山队，还拿了第一名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您才多大岁数啊？65了。65咋了？人家屠呦呦都85了，不照样拿诺贝尔奖吗？对呀。对。哎呀，我说老范呐，你都不如个孩子啊！有病咱们就得坚强，坚强知道不？不有那句话吗？疾病是杆秤，你软它就硬。硬。疾病是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强。对。再说了，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。肯定能治好你的病，肯定能治好。对，无论如何，咱也要跟病魔 PK 到底。对 ，PK 到底。PK。对。你看，吓我这一脑袋汗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现在浑身上下就发热，我这好像……哎呦！你等会儿，爸，你今天去医院就穿的这件衣服啊？对啊。啊，拍片的时候你也没脱。我嫌这麻烦，没脱。行了，谜底揭开了。啊，揭开了，对称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是那个！我说老范呐，你怎么还赶上时髦了？你该哪买的这件衣服啊？这哪是我买的，人家二姑老爷子给扔了，我不看挺可惜的，我就拿回来给穿上了。来回过劲儿了。二姑老爷长得像土豆似的，你跟个大地瓜似的，我都琢磨这衣服你咋套进去的。你咋那么外行呢？这衣服还用套吗？你后边剪个口不就完了吗？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不是，你这孩子也有毛病，他这要跟警察走了，你怎么还嬉皮笑脸的呢？他这不随根吗？你不都这样吗？什么呀什么？人一小脸立功了，干啥呢？又进去又重新改造，咋的了？怎么回事？立功是咋么回事啊？人家警察说了，有一个小偷正在那个咱的27号楼行窃呢，都已经得手了，完不得坐电梯下来吗？正好就卡在电梯那儿了，停电了吗？然后是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那电梯里缺氧了，给憋弯弯的了，最后打电话自首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，那这挺好啊，这不是现实版的贼喊捉贼吗？对呀，你在那他还帮警察抓了个贼啊，这属于见义勇为，还得给奖励啊。那你什么，那什么，这警察叫啊，低调的，真是局长啊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知道吧？行了，大姐说你赶紧去呗，警察让你去一趟。让我去干啥呀？抓你呗，让你去干啥？抓我？抓我干啥呀？操心啊！人家说了，这个小偷呢是网上悬赏通缉的罪犯，人家警察说要奖励这个拉电闸然后堵小偷这个人3000块钱，但是必须得领导去，你不得去一趟吗？哦，那行了，让我去一趟吧。不用，赵经理太忙，这个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哎，你别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小鱼，公是公，过是过，明白不？是你抓了小偷了，你立了功了，但是你擅自去动电闸，这事儿还是你的错。对，哎呀，对对，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原谅他一回得了。对呀，虽然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但是他出发点是好的。对，虽然把我弄成了大侠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错误是可以原谅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王叔。还有一枝梅，还有咱老丈人。哎，什么咱老丈人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的我也不讲，就是说这意思。你看几位都跟我说话呢，你能不能开开面？我跟你说呀，小鱼呀、啊，以后啊，你可得注意，这人呐，得知道什么能干，什么不能干。是，你说你也没动过电，万一把你电着，咋整？哎，对，以后一定要注意啊。那我那钱我给你领去3000，回头我呢，到时候给你2500啊。大姐夫。哎。啥时候学这样啊？怎么还会吃回扣了呢？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啊，这个雨一会儿哗哗的下，一会儿拉拉的下，一会儿哗哗拉拉的下，现在没了，你真不知道哪片云才有雨。小姨夫，哎，小姨夫，你
爷爷，咋了这是？哎呀，我别过，别说了，我说吧。那个是这么回事，小姨夫，这王小倩找了份工作送外卖嘛，结果她用这个车把人小汽车给撞了。人家汽车没事吧？没事。咋都问车呢？没人问我呢？你不在这儿呢吗？不是，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领导要罚他500块钱。小姨夫爷爷，我浑身上下呀就33块钱，你能借我点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。哎呀，借你就不错了。喂。对，刚才电话响了吗？没有吧。我震动。喂，对对，好。小姨夫，别说话。你妈在家吗？在家。我找她。哎，二姑你别走，二姑你别走。哎，小姨夫，别走，小姨夫你别走，别走，小姨夫。我干啥呀？你拉我起来。那个小姨夫，你赶紧帮我劝劝他，他老追着我屁股后边去管我借钱，老哭唧的。行，我劝劝他，我劝人最厉害了。对对对，一绝。你听听听听，小姨夫劝劝你。小倩儿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儿，走吧。完了，哎，完了。好了，没好。那你让我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别过，过去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陪你唠会儿吧。能唠出500块钱的不？一天到晚钱钱钱，钱能当饭吃啊？钱是吧？失去了，咱们再挣，对吧？钱不能代表一切吧？嗯，我们老板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。别说你们老板了，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除了钱，还有美好的事儿吗？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，好不好？我不提了，我就33块钱，不提了。33也别提。啊，不提。说你呀，不行了，我呀。得给他放点音乐，咱们呀、一边聊天一边听音乐，好不好？这招好。啥33块？33块有啥意思？我的口袋有33块。你不让提吗？你咋提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巧合嘛，是吧？巧合。没事，咱们再找一首啊。啊，不许提钱了啊，都不提啊。不提不提。不有了。嗯，我赚钱了，赚钱了。谁的？这你的。还提，还提。不听音乐了，行不行？对，不听了，不提了。哎呀，唠点什么呢？哎，他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？对呀。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？找去。对。哎，小倩，听点爱情歌曲，然后，你自然而然就能说出。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3个字儿，给点钱。又说那话，告诉你别说钱，别说钱的。你烦人，表白，表白，懂不懂？来。好想认识你，从上辈子起。多好啊，上辈子就认识你。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。每天晚上都陪着你。爱你在心里。我从未提起，含蓄。在此刻，我要告诉你，来了啊，表白了啊。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简单的。哎呀，哭了，别哭。行了，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儿吧。不，不要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满的爱意。小苹果，我问你一下，亮亮，刚才朋友圈里发的那个救孩子的英雄，真是你吗？不要叫我英雄，救一个孩子就成英雄了啊？我认为一天救一个孩子那才叫英雄。照顾那些孩子吧。谁家孩子没事吃饱撑的往水里掉啊？李小冉，真没看出来啊，真是你呀、啊！这你还怀疑我吗？啊？我们田经理发的朋友圈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
我跟你说，香亮，你救孩子这事儿在朋友圈里现在老火了，好多人留言啊。我刚还有人说家长要亲自来感谢你，还要请你去学校做讲演奏报告。做报告啊？那得多少人知道啊？我就想让你知道就够了。香亮，我真的看清你，你原来这么伟大，这么帅呀、啊！嘘。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这才是我于小两的原则。对对对，低调低调。哎，你给我想一想，怎么回事？找死！情况是万般的险恶呀！一个孩子，扑通一下就掉水里，我要是二话没说，我做了个标准的扎猛子，我噗呲我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。扎得很远啊！这个时候，我到了水里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面部。水里有什么东西？他脸插泥里了。我说今天脸怎么有点短呢、啊？哎呦我天，这还短呢？就万幸了，泥里没石头，有石头成饼脸了。嗯。哎。啊啊。然后。哎哎，我就挣扎的艰难的，我先拔出了我的脸，哎呦，我就觉得我这肚子我胀胀的，怎么了？香就香的呗。出来的时候啊，吐了一大桶泥，还有一条鱼。啊，那是泥鳅鱼。你就别在那掺和了，泥鳅鱼。后来呢？后来。哎，我渴了。啊？那啥，不是，我说我现在渴了，你给我整点水。哎呦，我于小脸啊，在河里喝那么多水还没喝够啊？你说那玩意说的，河里喝那玩意上岸不都吐出来了吗？我现在就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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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倒水去啊。不是，这真渴啊？渴啥？我干水我都恶心。这前面段我这都讲完了，再讲穿帮了，打马虎眼的嘛，我给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水来了，来，于小脸，水，喝呀，喝，你不是渴了吗？喝吧。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晕，有点晕水，现在我。小脸啊，你这衣服全湿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难受呀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我难受？回家。咋的了？太吓人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跑什么呀？小米子，小米粒，你怎么把这孩子吓那样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干啥了？没干啥呀。我这是跟他在谈那个恋爱的事儿呢，大宝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怎么想的？你也太能霍霍人了！你说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上网购物就花了我2000多块钱，谁受得了啊？这个！哎呀，而咱这小姑娘啊，就喜欢网上购物，这很正常。哎呀，爸呀，你拉倒吧！就这样事儿的呀，咱娶回家用不上一个月，咱家就得破产。你听着，大爷给报销啊！大爷呀，大爷，你听我说呀，不光是钱的事儿，他还给我规定呢。规什么定了？他规定我每天都得向他表白。那你就跟他表白呗。不是，得按他说的表。哎呀，儿子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得经得住考验。他让你怎么向他表白呀？他让我表的是一生爱一次，一次爱一世，世事如一日，每日发誓4444次，如不发誓4444次就罚我4444次，如发誓4444次就爱我4444次。你好，
儿子，这不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吗？特长啥呀？我这牙都送疯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这干啥呀你呀？人家刚才那什么炮啊，什么枪啊，人家说挺好，你非让人说是是是是是是是，这说你干啥你？你这还哪有这么熊人呢？你对呀，我没熊人，大宝哥啊，我熊你了吗？你没熊我，是我自己熊我自己。那你现在看我还行不行？行。好不好？好。美不美？美。爱不爱？爱。爱嫁谁嫁谁去吧你啊！哎，别跑啊！你干嘛跑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！快！我先不。啊，小米粒子。小米粒，你可不能胡来你啊！哎，儿子，我可真服了你了。啥呀妈？那个小米粒，咱俩能不能按照那个第一套方案做呢？行。大宝哥啊，从前你是我的恩人，哎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黄花闺蜜。闺蜜闺蜜，对，闺蜜闺蜜，这就叫虽然没成亲照样一家人。 对，我们的爱情宣言是我的爱情我做主。